啊，好凉快啊！哪个大神能拉孩子一把快？哇！哎听得见，听得见，听得见。你们动了那幅画，你们上身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我看到里面没有东西了。我看到里面是一个密码柜被打开了。我们里面有一个密码锁。这幅画的作者是陶小凡，所以说在这幅画后面的保险箱应该属于陶小凡的。你们怎么找到721那个密码的？这样你们可以来解读一下陶小凡的话能解读出什么样的字母来，我们就告诉你杨倩是怎么来的。陶小凡的话有什么字母？大象埃利彭特长得高，长长的诺子粗粗的鸭。听过这歌吗？没听过。这有啥呀？你确实帮你们哦，他们所有的英文字母的那个连起来是一个什么词吗？首先我们能不能把所有的英文都写出来，好吧，来。哎，那就厉害了。那个是 tiger， 那个是 elephant， dog， rabbit， giraffe， 猫头鹰好像 o o w l， 河马 hippo， h i p p o， e a g l e， eagle， 豹子 panther， p n t h e r。 他们是在一个什么上面？一个盘，在果盘。他们是在开水果聚会啊。少谁少的可多了，少恐龙。那么如果用拼音缩写呢？猫头鹰河马长颈鹿鹰兔。鹰兔吗？鹰兔户，对吧？户。哎，鹰兔鹰兔 go go 鹰兔勾音错。我觉得还是英文靠谱。英文是啥？英文是 H P T E R D G O E。 Go the你们那边是四个字母的密码吗？我们已经解封了。最后的密码是 H O L D G E E T R。九个字母的密码。嗯，有一个密码锁。这是一个。这幅画的作者是陶小凡，所以说在这幅画后面的这个保险箱应该属于陶小凡的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吗？九位。是不是一个动物，一个动物，一个字母？什么 ？Tiger, rabbit, giraffe。那你直接放个 zoom 吧。Elephant, leopard。有纸和笔吗？有。哇哦！你太强了。Hippo, owl, leopard, dog, giraffe, eagle, tiger, elephant。哦，它的单词里面是会排这个顺序吗？首尾相连，首尾相连。比如说 ，L 连 leopard 连 dog 连 giraffe 连 eagle 连 elephant 连 tiger。连 rabbit hippo hippo h o l d g e e t r。 哇，厉害厉害。哇，你这个太强了吧。 h o l d g g e e
E E E T 二。哦，哇哇，这太强了！9个字母的密码。对，那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一直在凑四个的，我们是有点蠢，下次应该先问一下。